Hello，大家好，我是雄雄的频道，就按一下订阅钮跟铃铛，记得追我的 IGFB、Twitch、b b 还有 d i s c o 好，在天地姐微信官方公告，这一次的第二支新的引领哈，叫遥控，也是神将。那狮子是羽士啊，那属性是雷，天赋的部分呢是行动结束之前，自身没有一点剩余的移移动力，获得正次一层。 持续两个回合，若携带两层正刺状态，可选择绝学扶摇消汉进行释放。那间隔是四到三回，四到两回合触发。正刺的 buff 是射程加一哈，武功跟暴击率提高六趴到十趴，上限两层，两层。 扶摇霄汉的绝学是选择一个方向呢，将全场的敌方朝该方向击退一个，自身获得该方向的封场状态，持续一个回合。全场获得全场全场的友方获得迅捷一哈。好，那封场是敌方角色行动结束的时候，本次行动未使用绝学，则该方朝该方向击退一个。诺为飞行角色，则额外击退一个。哦，这控场能力还蛮不错的。 好，绝学垂铃劈式，对范围内的所有电人施加断步一，持续两个回合。警戒目标区域，自身获得与羽射哦羽刺状态。羽刺是当敌方行动结束的时候，如果在警戒范围内，则立刻受到施术者零点七倍误工的物理伤害，并发生并发生一圈内劳动效果哈。那累计触发三次后就消失哈。每触发一次降低。 最近 P 四的议会和冷却哈，好，那二四的话是变成与次抗，是额外施加电友的 buff。然后二四的话，除了主动攻击，额外是要断步变成从一变成二。那被动增加，好，携带两层震慑状态之后，绝学范围加一，1, 自身处于飞行，自身处于仅飞行角色可停留的地块上，十法术免伤提升六十帕，哦，六十帕这么多。 大家懂他意思啊？但是那个地形要找对就对了，就是在一个悬崖处啊，那停留在上面的话就免法术免上提高六十趴啊绝学哈、哦，这个是雨精辟落，对范围内的所有敌人造成零点六倍的伤害，对飞行角色额外造成两二十趴的伤害，使目标发生三格内的劳动效果，绝学后施加两个属性降低类的有害状态哈。 目标存在飞行角色，则盖绝学冷却时间减少一回合。好，一式的话是并对暴击、暴击目标施加累劫哈，然后持续一个回合。然后二式的话是变成零点七倍的伤害，那对飞行角色是多增加了暴击率哈，一样是二十趴。然后属性降低类的 debuff 呢是变成三个 但是控，就是干扰性很足够了。这只角色，好学一学。给予连词，被动技能是自身携带正式状态，主动攻主动普通攻击触发连击啊。主动使用与所选的友方进行角色进行位置互换，自身没有一层正式效果呢，那为目标恢复最大气血的二十八，然那可以获得再行动。好，那一次的话是，嗯。 哦，有一层正慑状态，目标跟自身会恢复气血哈、哦。好，那二式的话是被动技能增加了主动攻击对战前造成一次物理伤害是零点三倍的物工好，那主动使用增加了这个恢复气血变成三十八，那自身获得蓄电状态跟再行动哈。好，绝学意领太虚，主动使用对范围内所有敌人施加信步 buff。 持续三个回合，对飞行友方额外施加神的异样。那进步是免疫移动力降低。好，绝学乘风御气，暴击率提高七趴。遭受飞飞行角色攻击的时候，免伤提高十五趴。哈、哦，作为飞行，OK 没事。 刚策划说，反、啊、正就是非飛,飞行角色攻击的时候，每张提高术法，就增加雨的鱼翅的存活率。因為要不然鱼翅其实蛮薄的。啊，神兵绝学部分呢，跟飞行角色对当中自或自身处于飞行角色可停留的地块上面呢，暴击率伤害提高五到十八回合开始的时候呢，诺场上其场上存在其他飞行角色，额外获得一个振翅状态哈。好，包这个看起来也是包含敌方了。 好了，感觉这次我觉得也还不错，就是控场能力很好，打 PVP 蛮好用的，看起来是还不错用。好了，那大家有什么想法，欢迎在底下跟大师一起讨论。那希望的频道，请按一下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这种的 HFP、Twitch、PPT 还有 d i s c o 感谢各位谢谢收看。